我是公关列车长的80年，8月11号，然后8:08刷牌的是有列车的朋友。然后等下会拍到明日号的专列的，我稍微看一下。来了，不用马自强号，是08次9花灯港台灯的不用马自强号，又是不用马。2013年天佑2004。有了408次9花灯港台灯的不用马自强号，在瑞芳彭角东国，谢哥。真的啊，拜拜。另外一边有列车通过。